的朋友们，他们本来给我们带来很多节目，是那个就是放那个机器发生了故障，我们真的是很感谢，谢谢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主播亲人的问候，再次热烈的鼓掌。让我们再热烈一点掌声，表示感谢啊！哎，非常
喜欢，让我们用再一次的热烈掌声为他为我们啊，叫我们唱歌和表演和今天的精彩演出表示衷心感谢。这礼拜了，真的紧张。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。